对了，坏人啊，子清嘞，那不快乐？敢讲你是改过来啊？啊，你足危险的啦！以后你是家己一人吼，你要卡着好啊，还是卡着好换机？我们陪你来，啊，若无真正足危险的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子清有陪我来，只是讲交代伊去办代志，啊，代志办了，伊就会回来啊。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唉，爸爸即卖啥物拢唔惊，就惊恁兄弟也出意外。爸，你乌鸦嘴呢？我甲哥吼，再袂有啥物代志。爸，谢啦，害你为着我伤心三年，我以后一定好啊，友好你，弥补你。好啦，我听你讲啦，过去代志准都煞啊。唉，即卖吼。会当看到恁兄弟啊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过日子哈，爸爸你就满足啊啦。阿姑，换人，换去，哪会这么对我好？直接拄到你，我蛮想无，啥物直接拄到你。我也有这样一层门市，为什么在这个时阵你甲天意会伫遮？啊，这就代表大家有缘，才会拢伫遮拄到啦。哼，有缘，我可是结缘啦。大概看到你之前，我就想到，换人是安怎变甲安尼？刷刷去啊！看在阮阿姊的面子上，今仔就放你刷。爸，换去。我有代志想要私底下找你之前讲，你要私底下甲伊讲话，你唔惊伊？爸，无紧啦，即马伫医院门市，你之前跟我讲吼，知影做歹代志爱偷偷来，袂当甲证据留落来。其实恁拢误会啊，当年犯人会跋落楼，真正是一个意外。哼，黄天意，只要全世界剩你一个人相信伊，我唔知影要同情你还是可怜你。竟然还相信这个大魔王！阿姆哥，阿天，你是要讲啥？就好讲，阿健。万年，你嘛看到啊？伊根本无想要和咱单独做伙，你感觉是要跟我私底下讲话？你到底是要搞东西？今麦全国恒大高给已经跌啦，刚刚你无应该做点么什么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何天祥的事情，我现在做要替伊解决，不是替伊解决，是替家妹阿哥支开，把恒大提倒上来。迄个时阵，刚刚不是因为你交给何天祥，恒大才会叫人合并，和阿公一世人留落来家业，叫人收走。你敢无应该负责任？孙焕连讲了无唔对，搁再讲，我甲何天祥一笑，早晚爱上。爸，哎，你之前甲伊对过安怎？咱两个家，看伊过当安怎？志贤哥。咱时间差不多啊，应该先离开啊。好。爸，安尼敢会叫我看到？你不是同款？阿姐，啊，徛遐创啥？你来啊！龙马弟，哎呦，真开工啊！孙太爷，啊，那那那这多好啦！哦，阿弟姐拄着恁哦。真正有缘，唔通讲有缘千里来相会啦。对对对，有缘有缘，真正足有缘的啦。
你卡车早起哪来接有诶？啊？等阵是咱爸仔去踅街，还是你陪去踅街啊？搁是我的问题哦。嗯。买伊陪啦，我家己来踅就好啊。三八嘞，迄天公伯安排恁踮咧遮相会，都是爱恁做伙的嘛。啊，我看无安尼啦，咱两个老的陪两个少年来去踅街啦。咱陪伊去踅街？嘿啊，啊顺便看外口即马在流行卖啥，啊我迄干妈店后摆凡事买通卖看卖啊。免唔免啦，我甲我的大汉后生也够用啦。哟，恁大汉后生也活着哦？啊，嘿嘿嘿。哇，啊，伫倒位哈？是。哎呦，哇！哎呦，刚未遐拄好是这两个，因头遐几位啊？就是我的大汉后生啦，哈、啊！安怎，现在有因头无？够足时个对无？哎呦，因头因头，哇！七天公，你真搞错人呢！我去看你两个后生，拢生个真漂皮，真好看呢。阿妈你好，我叫苏汉呢。我有听话机讲话你的代志，上欢喜那是在哩。好，安尼哦，安尼好好好，有听过就好。安尼多好，咱两家伙啊，做阵来踅街，啊多啊，来当个玩闹一挂感情。好，代志就安尼决定。哈，行行行。今麦到底是要怎啦？唔知啦，烦你啦。阿妈，歹势啊，我可能无方便。